奔驰、宝马重磅合作，双方将以50:50的股比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，在中国市场运营超级充电网络，合力满足中国客户对豪华充电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。至2026年底，该合资公司计划在中国建设至少1000座具备先进技术的超级充电站，约7000根超充座。首批充电站计划于2024年起在中国重点新能源汽车城市开始运营，后续充电站建设也将覆盖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。该合资公司的充电网络将向公众开放，按计划，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和宝马集团的客户可享受专属尊享服务，如即插即充、线上预约等无缝数字化充电体验。此外，该合资公司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，为中国客户提供可持续的豪华充电体验。